土豆红萝卜烧肉的做法。一张图片，荤素搭配，有滋有味。食材明细：主料五花肉二50克，土豆一个糊，萝卜一个，大蒜八个，辅料植物油10克，盐5克吧。搅两个冰糖，三个咸鲜，口味稍工艺一小时，耗时高。极难度土豆红萝卜烧肉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土豆比肉好吃；二、食材准备好；三、五花肉焯水切拇指大的块；四、植物油放五花肉中火煸香；五、煸至肉肉焦香，放糖冰糖炒出糖色；六、让糖色均匀裹上肉肉；七、移至砂锅，加入开水没过肉肉，加入八角；八、加入土豆红萝卜，大火煮滚转小火焖；九、加入大蒜红辣椒，适量盐，食美味。小窍门一：肉肉焯水切拇指大的块；二、土豆和红萝卜切块；胡萝卜南熟切块要比土豆小；三、土豆含淀粉，烧的过程中要注意糊锅。